啊，在那里。要有看到他嘞，在那里。好，看到他了。把刀拿那个镜子的那里拿掉了，所以你看到他里面。嗯，你有听懂吗？在我跟前的人，因为它里面对它把它关起来的时候，就这个就是一个反光镜。当电光打下去的时候，里面点光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里面。哎呀，你这门真的是这样。它打就在里面了。对啊，它在那里。Thank you.